往下走了，我们赶紧去追吧。过来。怎么样？终于闪开了，咱们去找其他同志。走。江湖，小红书人呢？你没骗我吧？吴天君，我们换人信不过，肯定是他们跑得太快了。对，太狡猾了！风月狂。让他们把枪放下。放！退！你们聋了？往后退！往后退！占了多少中国人的心血，今天就除掉你。方远光，你别开枪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一命换一命。什么交易？方远光，张忠良是张金虎的爹，也是你的亲爹，你不会不管他的死活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某村连队长命令我把你爹张忠良绑架到庐阳，压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，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如果你把我杀了，他就会被活活饿死。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，欢不欢你们看着办吧。你把我爹藏哪了？离这远不远？不远，不远。别过，你别杀他，让他带路去见我爹。他的话能信吗？你在哪儿？爹，别动！让你们父子三人在这里团聚，挺有意思的。不过相聚总是短暂，接下来就是你们骨肉分离的时候。吴善花，你快把枪放下！张建红，你干什么？把枪对着我，你去死吧！爹！你说你这个傻孩子，你说你做什么不好，为什么非要做汉奸呢？你才落到这么个下场啊！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给张家抹黑了。
相送寒心，都是梅武山画逼的。你别再说了。别再说了，我想办法帮你止血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月光，我告诉你，火柴藏着日本人的毒气弹，还有那三个新四军也在那儿，快去救他们。你这个傻孩子，你怎么就不听月光的劝呢？爹，相信我，儿子是他错了。我真的很后悔。惊呼！惊呼！吴天君，我们失败了。我们不会失败的，这只不过是他们中国人玩的一点小花招，占了一些便宜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木村信夫绝不会认输，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，我们绝不会输。可是他们攻击了庐阳城，我们没有办法抵挡。别急，临县几支援军正在赶来庐阳，并且我们还有最后的杀手锏。武道城萧红秀，他们就是占了庐阳城，也只是给自己掘了一个坟场。团长，我们很轻松地拿下了木村的指挥部，里面都已经空了，也没人把守，怎么回事？木村跑哪儿去了？该不会跑出城了吧？木村应该不会轻易认输的。他撤出主战场一定有他的险恶用心，萧红秀跟我说过，在这城里有个虎府，木村对他的防守工作比弹药库还要严密，他会不会去了那里啊？团长，哎，萧红秀，你们炸了弹药库。